要做，就找最好的。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Bob Channel， 我是 Kevin， 我是 Davis， 我今天又来蹭啦。Davis 只要来，大概都可以猜到说今天是要讲 ESP 相关的东西啦。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什么是 ESP Custom Order？ ESP Custom Order 呢，它是一个客制化的系统，就是你可以完全按照你想要的规格、想要的外形、你心目中理想的样子去打造一把属于你的吉他。那就目前我们现在市面上有哪些品牌有做所谓的 custom order 的呢？其实很多大厂牌都有做 ，Metal 已经来讲好了 ，Jackson 啊，Schecter 啊 ，Dean 之类的都有他们所谓的 custom。那他这些牌子的 custom 跟 ESP 的 custom order 有什么最大的差别？那我觉得最大的差异就是其他家基本上都是一个基本的表格，然后就像你平常买琴会看到那些规格嘛，什么木头种类啊，什么拾音器啊，什么琴桥之类的，给你一些选项可以选。有常看一些国外的那种网站在讨论这种器材的，就会看到一个名词叫半客制，就是是给选项让你挑的，然后 ESP 就变成是全客制的嘛，对不对？对，其实他们还蛮自豪这一点，他们就有讲出，其实你的所有东西只要是符合现实的、做得出来的，他们都会愿意帮你做。对，那就是看你有没有。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说，如果你要定制 custom， 通常我们会要有哪些选项需要去做考量。那我们有列出几个点，第一个就是外观。那外观的话就是包括说你要什么琴身的样子，那基本上不要太异想天开的样子，基本上都做得到。其实你有这个的话，你要雕什么样子也是雕得出来啊。像之前就有哥吉拉。对对啊，但是那个价钱就对，就非常恐怖了。然后外观呢，我们除了琴身的样子以外呢，当然我们还包括琴头的样式，或是你要不要有 binding， 然后你的颜色，你要雾面还是亮面。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木头。我们先讲琴身好了，最常见的琴身木头大概就像 alder、maple 跟 mahogany。maple 其实，在量产琴已经比较少了，因为它很重。当然你要 custom 也是可以选没问题，然后还有什么 ash 啊、walnut、coir 啊、bubinga 啊，巴拉巴拉一大堆，基本上就是他们有存货的话就可以了。常见的三种就是 maple、rosewood 跟 ebony， 然后再会有一些像最近很多厂商开始用的 porphyro， 有一种是紫色 purple heart， 那很帅，真的超帅的。那个我们常见的可能就是 maple 跟 mahogany。对，那其他的话可能就像这种，就复合式的，它会是三 piece 或七 piece， 我记得好像七 piece。尊贵不凡。你在这边给大家讲一下，就是片数越多，就是你的稳定度会越高了。然后再来就是可以混搭一些不同木头的音色。第三个就是我们的结构，那结构是什么呢？结构就像是琴颈跟琴身是怎么组装的，你 neck 的形状要多厚，要怎么样的形状，你的指板的弧度要怎么样，这些东西。好，那我们常见的结合的方式，一个是 bow on 嘛，对 ，bow on 就是像这种，就是用螺丝固定的。那像这种其实它又有分好几种，有传统的像Fender 那种大块的，然后四点，然后有那像 ESP 早期的梯形的，或者是像这个最新的这种，然后他们还有一种是直接是没有铁片的，另外一种是 sit-in neck， 就是挖槽然后插进去用木钩胶粘。第三种叫做 neck through，neck through 就是直接灌过去嘛，像它这一个就是 see through， neck through 跟 sit-in 的中间值，它贯穿的比较深一点，然后也是用木钩胶粘起来的，就是到这边而已。声音是 send neck 的声音，但是可以做到 neck through 的手感，因为这边就可以削切的比较下去。对，然后最后一个我们要考虑的就是硬件的部分。我觉得硬件其实比较单纯一点点，像 bridge 啊，或是像上面这个 tuner 啊，这些都是属于 hardware。还有就是像 pickup 也是属于 hardware。那其他就是 fret 也是在 hardware 里面。像现在慢慢越来越多人喜欢用这不锈钢 fret， 对，它的好处就是它很硬，它基本上就不会磨损的，所以你不管弹多久，它都还是一样是很光滑的，很好弹，声音会偏亮一点点。
点，其他就是要不要做单双切换啊，电路方面的东西，对，你要不要有 boost 啊，都可以在事先都先想好，然后跟他们讲，提出你的要求。那这些东西就会是我们在做 custom 的时候都可以列入考量的一个选项里面。嗯，讲完这些呢，我们就来讲一下表格。ESP 比较不像其他的厂牌，是它有直接给你一个很简单的网络表格，让你去选，然后好像就可以及时运算出一些价钱。那它有分两种，有一个是日本网站的版本跟欧美网站的版本，那两个差别就是日本网站的表格版本是非常的精细，它有很多小细节你都可以选，超多，我第一次看到眼睛都花了。另外一个就是欧美网站的版本啊，它就是一个比较简化型的东西。对，所以如果你今天决定你要定做一把吉他，那可是你觉得你的要求没有到很细的话，你可以去找欧美版本那一个，因为它是比较简单的，也没有那么多细项，那种细项比较多就可以去找日本网站版本的订购单来填。做 custom order 其实就像你讲的，一般试售前其实很难去百分之百达到你的要求，毕竟每个人的喜好跟需求不一样，厂商在出量产前一定是参照市场需求，大部分人喜欢什么东西去决定他们的量产前要做什么样的设计跟配置，但是现在遇到我们这种龟毛人就没办法。对啊，然后另外一点就是你可以去定做出一把专属于你自己的琴，永远都不会跟别人撞琴。对，大概就是这种，就是纪念价值也好，或是你实用价值也好，推荐给大家。如果你们一直有在找一把属于自己的琴，可是却一直找不到的话，那很简单，有可能就是因为那把琴根本就不存在。所以你要用什么方式才能得到它呢？那就把它召唤出来，而不是就是要用钱钱把它召唤出来。那最后啊，讲那么多，我们就来稍微讲一下说，如果你有想要定制 ESP custom order 的话呢，有哪些管道？就跟我们台湾的代理商海国乐器，你可以跟他们接洽，拿表格来填。那这就是我们今天影片，那希望大家会喜欢。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也帮我们订阅、按赞、加分享。那就这样，我是 Kevin， 我是 Davis， 这里是 Bob Channel， 我们下次见，拜拜，拜拜，我会再来蹭的。